很任性，烦死，自己在那边歪呢，什么意思？我剪刘海了，各位，今天自己乱剪。小兰有没有很甜？他可以喝糖，不，那个点无糖就好了。那个无糖已经很甜了，已经不是半糖，就是我现在都喝无糖的，我觉得无糖的比较好喝。我现在喝到太甜了，我不喜欢。我老了，不觉得吗？很甜呢，小兰，你有没有后悔？很好喝吗？真的假的？太甜了吧？你喜欢就好。我染头发了，我本来就染了呀。你是不是没有认真看我？等一下，我的口红拿不出来了，出来哟。是因为我打太开了，等一下。我之前就染了呀，我染很久了耶。好了，补色洗发精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本来就是这个颜色，你都在看吗？那你从现在开始可以多看我一点，我们可以慢慢变熟，没事的，可以的。没有问题，现在开始变熟也不会太晚。Hello 塔瓦哥，这么可爱，谢谢谢谢。Hello 笑笑，应该点全糖。你是蚂蚁吗？会不会甜食？谢谢 Sparky 的告白气球。证明自己年轻，不是这样子的吧？太甜不好喝。对啊，我也觉得，这是全糖，怎么会？那我是不是应该点全糖，我就会跟 Sparky 一样瘦？你这么瘦，然后跟我说你平常喝全糖，不是叫假的，好吧？好了好了，你们最棒了，你们最瘦好不好？你们瘦不拉几，还喝全糖？我哪有喝全糖？我没有喝全糖，好不好？我现在觉得微糖都太甜了啊！可是还是要看店，但是对，给你们看我换新的床单，是凤梨，看不出来呢。给你们看枕头，是凤梨，可爱吧？虽然夏天还没到，但是很有夏天的感觉。瘦还什么？什么？章鱼宝宝，猪肝。Hello， 洛克。Hello， 大家欢迎来到雨林的直播间。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我是雨林。对了，这样才对了。默默看了肚子，没事的。那个少吃几顿晚餐就会没有了。花莲好玩吗，各位？啊，不是各位，是谁们？孝贤跟小兰吗？好玩呢、哦！你们今天吃了什么？吃了啥？为什么这里有一个白白的东西？章鱼哥来应援，烤鸭买完，那个要先订，知不知道？你们可以明天中午吃，但要先订。消化不好，是这样吗？吃了亏，怎么了呢？发火锅，
开心，都没吃到，只有火锅。真的假的？你们原本打算吃什么？恭喜黑流星集齐告白气球 ，Hello 志宏 ，Hello 卡木伊 ，Hello 小白兔，老板人很好。老板是谁啊？我都不知道老板是哪一个。但他们的店员都蛮亲切的，我觉得，对吧？挺不错的吧。嗨，为什么在补考啊？因为这里有一个不足。就是没有办法出色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刚刚做了一个超难吃的巧克力抹吉，可是我妈咪说她要帮我把它吃完，明天当年糕来吃。嗯，开心。还好我没有按照它的那个比例去做，因为它的比例可以做出这么多，我想说不行不行，我不要做那么多，我是做了这样一个爱心。不好吃你们要吃吗？你们要吃吗？来竞标，快点来给你们，可以，没有问题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黑暗料理真的很黑暗，因为它是巧克力。然后呢，我明明就照着它的那个食谱做，但就是不好吃。可能他做的也不好吃，只是他没有告诉我，对吧？反正就是，哎，那个味道不对。握手会吃，应该太久了吧？你确定吗？你认真吗？真的不好吃哦。我，可是我的卖相很好，就是因为我放在一个爱心的模型里面，所以它很漂亮。然后，但是就是。吃了一口就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，你们太爱我了。卖不是那个卖相好吗？谢燕子的文手礼，谢天佑的水洗香油。没有把你的可爱加进去。有啊，他很可爱，他是爱心的，跟我一样，跟我一样。我今天干嘛一直嘴巴歪掉，跟我也是爱心的。Hello， 大家，什么又叫我小杯？要讲几遍？我们前几天不是 reset 吗？然后，就好像隔一天的时候，就有人 po 了。那天我们在后台拍的照片，出了一组超级母汤的，我也忘记什么时候拍的照片，我抱着抑郁，超级母汤，可能不能给你们看，但是很好笑，所以想跟你们分享。想看吗？我可以打马赛克，就是有点对，不知道在干嘛这样。什么叫我张雨林是这样？嗨版兔。看什么？好好了解好了。谢谢小兰的许愿瓶，谢谢小兰的花枝精粹。明明是中杯，阿翔你好棒！要怎么看？我又抱人，对啊，扎雨林，好，扎雨林可以，我是扎雨林。摆在桌上是怎样？好，我是 Sparky， 拜。抱你，不要，不要。我刘海剪的还好吗？你们觉得是不是有点白呀？有点呆，长得不一样，但很好。这样子就算不去整理它，它也不会遮到我的眼睛。你比较好抱哦，不要。我喜欢抱 BB。池上点什么饭？那天买的其实是叉烧，但是通常吃招牌，我喜欢招牌饭。
我今天又尝试了一家台北的池上便当，还是花莲的好吃，还是那家好吃。可能第二名就是雾涛，所以之后还是买雾涛。可以报灵否？是这样子的吗？给予灵宝，好的，欢迎，来吧。跟表哥撒娇有什么好处？谢谢夜空 sky 的许愿瓶。Hello 大家，波特，我才不是波特，我是小波特。大波特是渣男小姐，渣男小姐是什么奇怪的词？谢孝贤的浓情蜜意 ，Hello 季风亮，晚安呐、啊、各位。MC 觉得自己表现如何？达到你想要的粉丝反应吗？没有，看了你们的 report 觉得没有。看了一些 report 之后就，好吧，好难。等一下，这是谁的名字？怎么全部码掉？还是自己故意打的？什么大力吹下去？什么东西？会给你你想要的哦。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？小波特还是波特？不是。那有受伤吗？我可以给你的心呼呼。有受伤吗？是什么意思？你说看了 report 之后吗？有受伤吗？没有什么好受伤的、啊、我不喜欢玻璃心，所以不受伤。哼，这个本来就是要一点一点累积经验的，没有什么好受伤的。想要练习不受伤什么鬼？什么啦？想要我不当小三呢、欸，我只当正宫。不要再乱说话了，讲什么？哭到棉被都是，有什么好哭的？不要在那边爱哭干嘛啦？什么？没有什么好哭的。这没什么，家里面。哦，好哦。哭屁哭，对啊，哭屁哭，好好笑。当然看了还是会就是。哦的那种，但是没有什么好伤心。小恶心，看你后面的马甲有啊。你最近变化多端，是不是？你倒霉，笑死！可是夏天去果果那边都是带那个哦，别人多。哼。握手券可以省，等一下，我的握手券你又没得填了，你要省什么？你说啊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不是？你也没有什么好省的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下一单呢？那我考虑来哭一下，什么鬼？不要这样子，不打同情牌的，知道吗？妈妈说什么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
看你的头贴。郭姓的干嘛？谁敢惹？哦，不用，我自己打他就好了。需要你再告诉你哈。下一单再找我，好吧？好吧，等你哟。Hello， 以晨。为什么旁边火箭一直飞？为什么今天的粉红色那么明显？奇怪，好棒哎！可以哭给你看，为什么要哭？为什么一直喜欢看人家哭？有什么好哭的？有些人想不留回我，是不会嘴爆他。对，啊，好哦，是的，就是这样子。下一单你会忘记，带成红药水是什么？然后嘞，血泪。Hello， 草莓酱。嗯。卖钱买卷，我的眼泪像珍珠。虽然你要接是不是？你要带一个那个，然后这样接。笑死，好多新代币在飞，吓死人！让他直接上网，哇哦，哇哦，可爱。不需要更正好吗？谢谢你哦，真是谢谢你哦，大草莓。家庭好评，没有那么多哭好不好？不要哭，不要一直想要看我哭，知道吗？就是该哭的时候会哭，但是就是不要乱哭，知道吗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，西兰？大草莓听起来很赞，听起来很贵。哭给你看，为什么呢？不要乱哭哦，有什么好哭的？刷，如果你们哭是我不成功哎，知道吗？我喜欢看你们笑，不喜欢看你们哭。OK， 不哭，哭的是猪。虽然我本来就是猪，虽然我不怕。昨天哪张？谢社长的爱的小熊，爱的小熊。谢谢企鹅的质朴的守护灵。你喜欢看我 K 笑是不是？这样子是好事吗？看到账单就哭，那可能是妈妈。哎呦喂，小兰，你的名字突然好长，我好不习惯的是你。虽然每个很赞成的呀，真的假的？你这么厉害。可以的，就是要适时的反击，但是不要太过头了，这样是吗？都很平常心，都很平常心，没有平常心，我只是不想表现出来，我觉得那样很幼稚，知道吗？你看你为什么这样子，你不觉得这很幼稚吗？哦，不，我没有任何的意思，只是我不喜欢这样子，那是你的领域，赞哦。你的长发照、哦、在哪里？我想看。人海战术开的，你很忙呢，你你好忙呢。哎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才不是这样子的，才不是这样子。
Celsius。贝维欧，对，贝维欧。好。我是你的小部分领域，是不是？现在有一种傻意，我要踹你，把你踹飞。可以把在这地方成熟部分用在学习上吗？我学习也很成熟啊。要当一个成熟的人类。的猪的章鱼，好好好个头了，很伤眼睛哦。那先不要，好，你可以握手会的时候带那个照片来给我看，怎么样，你就不会让别人看到了。你可以单独跟我分享你的汤照。握手带，握手带啊，挂在这里，这样腿那么短还想穿？我的腿哪有很短？我的腿很短吗？我看一下，还好啦，还好啦，要长也是可以长的啦。帮忙去换头贴，挂着大家不就看到？你可以进来的那一刻戴上，然后出去的那一刻拿下来，这样很短。还有，还好啦，这是身高问题，好不好？未长大的什么东西，想学成熟，我本来就很成熟，好不好？我超熟的啦，9分哦，很好吃，哎，有点太老了，7分就好了，刚刚好。7分，我是7分牛排。就是可以熟也可以不熟，有不熟的地方，但是很熟。我在乱说话，楼下的人在笑我。他刚刚呵呵这样子，搞笑。比你的手，你手是多长？你手多长？你是鲁夫吗？我不是莱猪，莱猪到底是什么？其实我不知道。装熟才没有，我的里面也是7分熟，知道吗？我表里如一，我不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。嗯，好像是呢。嗯，不是啦，猪来了哦，来猪，什么鬼？不要再乱叫了。谢谢柠檬的比心，来。快把我带歪了，我歪了，我都歪了，好吧。来，什么东西？莱克多巴胺是掉的。莱克多巴胺是谁？不是来拿猪米，是来猪米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握手带会被施大夫，说不定是哥哥啊，啊不是啊，这个不是重点，不会啦，没有人会笑你，不会笑你，他们可能看不清楚，以为那个照片上是你喜欢的人家。Hello， 这话题其实不适合雨林。什么意思？史莱姆猪，才走开啊！你换好了，所以也不用等握手会。我看，对不起，我笑了。好性感呢、啊！这是谁的头发呀？那个黑色的毛要劈掉啦！你为什么这样玩他？你要离开？没事没事，不笑你。你是蚯蚓，干嘛要找洞钻？
准备好了吗？还没。但有在，就是有差不多看好了，只是还没有确定。这样。嗨，加速，长发很赞诶，小，你不要加小，他要找洞钻了。很赞啊，很美丽，是漂亮大姐姐。不是蜡笔小新，漂亮大姐姐。嘿嘿，哎塞，怎样？大家爱上孝贤了吗？哦莫，不要在网络上找的 P 图，你已经看好了，就等它特价，很棒哎！先看好，等它特价的时候就买起来，这样。结果等它特价的时候，你又不想买了。我通常就是这种人。好了，他一定之后会比较便宜。结果他等他便宜的时候，可能我就哦，看上别件这样。打我屁屁，你打不到，不不不不不。Hello Hello。我们今天来播什么呢？我今天一直在找毕业歌，因为我要毕业了。听说还有不到90天，我很开心。I'm so happy， 听起来很开心哎，就是哇，不到90天我就要毕业了，我就要老了，耶！明明还有半年，没有，没有那么久，快可以考驾照了。这个我也不知道，考驾照好像我也不知道。Hello， 元亨，好久不见，独孤谁哟？对不起，我忘记你是谁了，你是谁呀？嗨呀，你好啊。什么可以言毕啊？什么东西？记得选手牌，手牌是什么？我喜欢牛排。亲手拿，这么快吗？他才刚挂上去。人干嘛要上台的、啊？干嘛？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？啊，你是抖音啊！原来如此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好冷哦。对啊，好冷哦。现在22度哎，好冷哦。你也喜欢牛排对吧？牛排好吃。再来，我要干嘛去了？哦，毕业。之前学长姐唱的是这首。太大声了吧，吓死人。你们毕业的时候唱的是什么啊？还记得吗？分手快乐，你毕业歌唱分手快乐？我喜欢雨林，什么意思？突然什么意思？樱花瓣哦，真的，我也找樱花瓣哎。我推荐我的同学唱樱花瓣。我找了两首都是 AKB 的歌，我选了一首 Give Me Five 跟樱花瓣，一首嗨一点。因为前年我参加的毕业典礼太无聊了，他们就致辞，然后也没有什么表演，就不知道在干嘛，所以这一届不行这样子。而且老师明示暗示就是啊、哦、这一届要嗨一点哦的那种意思，所以老师I know。 你们毕业唱这个超跑的节目是怎样啊？不是医生一起走吗？青春出发，随着梦去闯天涯，大
就一起走吧，祝福真的希望的泪潇洒飘扬，想要见每天都会好。嗨五零是什么？不要再超跑前梦了好吗？那比他大气。对啊，就是要这样子。就是要这样子，一起唱，不要拉风，还要风筝，我好像知道呢。风筝是国小学长姐他们毕业的歌，然后这个是国中学长姐他们毕业的歌，唱朋友。体验住宿舍吗？我没有很想要，因为我觉得很可怕。可以在外面租房子，但是好了，住宿舍就可能去体验个一天这样就好了，有点可怕，知道吗？耶，离开了，拜拜，这样。OK， 对，就是这样子，没错。Hello， 阿凯。天竺鼠车车够了哦，天高地厚，破 no 不要吓死人，你很烦大姐，你很奇怪，摸上床，反正就是蛮可怕的呀。我有跟你们分享过吗？小时候去那个。那叫什么英语什么什么品格学院呢、啊？什么之类的东西，反正就是国小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去那里，哎，有这件事吧？还是什么？对啊，好像什么英语品格学院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去那里去体验还是干嘛？反正就是要住在那里，不知道几天忘记了，是吗？有这个东西吼。然后呢，我跟我的朋友呢，我就说我原本想睡上铺，但他就想睡上铺，我就哦好吧，那我睡下铺好了。结果他晚上他给我睡到整个歪掉，然后头挂在那个外面，然后就这样看着我，然后就看我快把他吓死。英语不是没怎么不是那个是在花莲才有的东西好像。不知道是干嘛的，反正我有点忘记具体去那里干嘛，我只记得那里有一只大乌龟。去一个礼拜啊。嗯，然后他就，我不知道他到底在睡觉还是在干嘛，因为我看不清楚他在干嘛。反正他就给我直接挂在那边，然后不然就是睡一睡，然后就一只手这样吊在那边。我昨晚上是打他，很烦。什么我的滑板鞋够了。我有哭吗？有，我去有哭，因为我小时候超爱哭，就是跟我妈分开什么，然后我妈去坐火车，我也会哭。现在不会了，我长大了，还是听别的。听什么呢？小雨淋宝宝，偷偷柠檬，可怕呢！就电他。请问是谁会随身携带这个电的东西？来听中文歌好了。张彬彬，你在干嘛啦？不要在那里擦嘴巴好了，够了、哦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好，新年快乐。想想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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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
晚年不行，可以可以，好，新年快乐。岳母大人看过云空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很多人，哈哈，谢玉的小浪花。季节某一天上演，妈妈就看过了，看过了，对，他会被我吵死吧。 MC 上比较想当控场还是接话的人呢？我后来想到一个办法，可能轮流，就是这一场好，你当控场的人之类的，这样就每个人都可以有过当控场试试。可是通常都会直接选什么阿盘之类的吧，不知道，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。可是呢，可能就我们 Sakura 组比较不喜欢找一个就是主要只有一个控场的，但是呢好像有些人不喜欢没有控场的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不喜欢自己出去上出去什么东西啦。什么东西Hello， 田中豆粒王要求出去上厕所再回来，什么东西？别组 MC 状况吗？之前没有过，可是这次想要，讲就对了，开嘴啊！有没有看出？我们只会看舞蹈参考而已。就是也没有好参考，就是只是去哦，是这样子的那种东西。太凶了吧？你还在让我二姐？被养成要有控场，对，因为我们就是没有控场的人，没有主要控场的人嘛，就是可能一句一句一句，但是好像。有人不喜欢没有控场的，互相观摩其他的组。我们，你的互相观摩是什么概念？我们可以拿到别组的表演的影片呢，只是看我们要不要去看而已。但是之前是真的没有认真去看过他们 MC。改变从自己组开始哈。不行，这样每次都哦不行哦，什么不知道，还是要试试看吧，都试试看吧。我原本以为这次会比较好，但是好像还是太多临时的东西，就是之前后来的习惯。因为不是一开始我 MC 不太讲话吗？但是呢现在讲话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就是接错东西之类的东西。反正就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至少我现在有讲话，但是我下次改一下。下次改一下不会灰心。不用这么早就开始看别人的 MC 吧，你们都还没成型。什么意思？这么早看别人的 MC 什么意思？可能当作参考，我也是不想要被人家影响，因为其实大概都知道，因为原本我们就是一个团体嘛，只是后来才被分散成三个组，所以其实原本就知道，可能大概哦，谁会比较是他们这组的风格会比较是怎么样子，只是就是还是可以去看看了，其实观摩别组的部分哦。
突破引言哦，可以哦，可以试试看哦。为啥被看到？什么？为啥被看到？什么意思？这个还要再思考。可是其实我们这次的 MC 跟之前比起来不一样，就是那个小剧场的部分嘛，我们是完全照我们剧本上写的台词去念，就是没有什么多的东西，但可能我们反应的部分吧，不知道。我看有人觉得我们讲太慢了，是吗？觉得我们节奏太慢，但我们想的是说，因为是演戏，所以故意就是讲慢一点，怕你们听不懂。但是完全反，就是，哎，原来想要我们讲快一点的那种感觉，是这样吗？代表你啊，对啊，我也觉得有人写我就不错啊，至少他有在看我，至少他有记得，对吧？比之前好了，因为之前都没有人写我，很难得才能看到从别人 report 里面，哇，雨林怎么样？这样八岁怎么样？你们不一样啊，你们就是看我啊，你们就是只能看我，知道吗？反正就是有。对啊，总比没提到好。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，就没有人写我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到底是怎样？你们就是只能看我，知道吗？对，只能写我。讲快是就会快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但是就每个人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。不知道，那我们下次讲快一点好了。也不是说会变成什么什么讲很快，但是就是调整一下，再试试咯。其实都是慢慢承受力潮流，最好是真的最好是你虚。就只去找，真的假的？特别为了谁做调整，就是看大多数了，能改还是改，但是就也不一定会全部照着那样子改，对吧？改来改去还不是就是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点，但还是改啦，就是能改就改，对，就是这样。骗你让我当兵，可以不要吗？承受力很低，我挑人的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很失准哦。喜欢光阳，我觉得很怪。你不要这样子，照你想要的发挥，也不是说什么可以很任性，就是哦，我就是不要改什么的。但就人家给你建议，就听听。也是不错呀，对吧？当 BB 很好的，真的吗？想当 BB 是吗？ BB 在那里戴口罩呢，当 BB 要戴口罩耶。好，当我们也要戴口罩，我们现在也要戴口罩，好吧？好吧。Hello， 大家。躺在雨林旁边，可以咬我，很好的吗？这样子的，可以破坏雨林的东西，怎样？压力多大需要破坏？我们要戴口罩，对啊。
好想要赶快不戴口罩，知道吗？就是每次化了美美的妆，结果啊，还不是大半部都被遮住了，真是的。除非很多人都反应，否则真的。对啊，但是蛮多人反应的，强迫露点是怎样？是怎样？你发言没人听得懂，好不好？不要在那边闹。我好喜欢这个特效。搞笑艺人团真的好啊，我去看看有没有看到我给你的鼓励，在哪里，哪一个？哦，有啊，我有念啊，我是吗？我看到的是你想讲的吗？是啊，有啊，我有看到，谢喽。这是什么特效？鹿小鹿越来越懒得刮胡子，但还是要刮，就像戴口罩我还是会涂口红一样，因为可能拿下来吃饭就很好笑，就是哎啊怎么没擦口红，还是会擦，只是就可能再晚一点就哦待会要回家，就可能回到家之后才会脱口罩的话就不用补妆，就是蛮方便的这样。什么时候有上一次突然蹦出来的特效？开心，口红都在口罩上哦，没有哎，还好。雨林今天有刮胡，我没有刮，我就说是光线问题。其实我把这里打白一点，你们就会觉得我有刮胡子。所以只练舞雨林还是会化妆，不会素颜。会化妆啊，对我来说已经习惯，就是之前的规定是练舞一定要化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改成，现在默默的变成可以素颜来。但是呢我跟你说，就是有时候练舞自己漂亮会跳得比较好。就是穿得好看，然后那天长得很漂亮，就会跳得比较好。老了就是越来越随便了，我觉得不知道，随便了，反正就是他们高兴就好，就是不一定看你高兴这样。但我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哦太晚起床，就偶尔只化个底妆，然后眉毛，然后剪等一下这样丑化了，不化眼影对我来说就是淡妆。有化妆会跳得比较好，什么理论？就是心情会比较好，就会跳得比较好啊。嗯，真的，素颜就会跳不好，没有素颜就没有那么有自信的那种跳舞的那种感觉，知道吗？因为素颜就是，哈，我今天怎么就没有 feel 这样？真的会这样子，真的。而且素颜的话要戴口罩，欸，就是看自己啦。可是我会戴口罩，如果素颜的话。不太可能素颜出门，现在除非有那天有需要就是妆发老师来帮我们化妆，那才会素颜出门。不然我连出去买个东西我都一定会擦个防晒遮瑕，然后眉毛口红啊，口红现在不会，反正就是会，对啦，修车技术就会提升，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是你有吗？这样吗？有吗？就只买独照，哎，自然眼影画错边了吧？卖你嘛，你的口罩用光是怎样？
会影响心情，真的。防晒一定要，对，防晒一定要。我现在知道防晒一定要，我每天一定会涂防晒。可是最近出门连可能就是练舞什么也只会防晒加上遮瑕而已，不会上底妆。我现在觉得上底妆其实蛮多余的，底妆只有现在只有在表演或者是超重要场合才会用。下雨天也涂吗？会啊，要涂啊，还是有紫外线知道吗？变成小孩不要。会擦乳液吗？哦，不会，因为我会忘记，而且很懒，知道吗？而且擦了乳液睡觉不舒服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就是那个腿会黏黏的，哎，可能我的乳液还没有吸收嘛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防晒就好。谢谢剑骨的爱的玫瑰。嗨，欢迎回来。好热哦，今天很热哎，不觉得吗？我今天回来竟然流汗了，我真的是傻眼。可怕的夏天要来了，被蜜蜂叮。你的防晒是不是有香香？你的防晒一定有香香，不用，不用。什么趣事或糗事吗？没有糗事啊，没有。Hello, Lay。嗨。什么鼻子黑黑的？这是故意的。去打雷射。哇哦！保养好我的皮肤，好。然后他叮完我就挂了，不是本来就是吗？蜜蜂叮完人不是本来就会挂掉吗？因为他的刺什么连着他的什么肠子吗？还是什么？你最好鼻子上有胡子啦，但不能说哪有，没有。刚好有16人，很棒，很棒。我们30分念版。孝贤公演 report 会不会太多于零滤镜？哦，他不是都这样吗？不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吗？来，我来再看一次。不是没有看，是有看，但是我有点忘记内容。正常运作，我来看一下哈。你的零灯牌很明显，等一下哦，我不知道你写的那个是 center， 却因为没听到粉丝喊扣声而后退，哪一首？你说输光爱情吗？我有后退吗？我后退了吗？你们觉得我后退了吗？嗯，带有萝莉滤镜，那现在这个滤镜不能用在我身上了，是不是？很久以前哦，我以为你是说这次的，我想说，我有后退吗？我这次明明输光爱情还好啊，我不是萝莉了吗？你觉得呢？我是啦，你觉得是就是。
哦，分组前吧。嗯。噔噔。噔噔噔噔。噔噔。噔噔。我才不会因为粉丝少，所以就失去信心。我哪有这么弱？但是我还是最喜欢那个唱搬家了第一句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的抠声是属于我的，就是大家都只念我的抠，所以就开心，爽辣的感觉。因为台湾的时候不可能念别人，对吧？所以就是要念我。滤镜一点点，有比之前少一点点，我觉得可以的，没问题的，我接受。整场都拿支米感觉很嗨，是这样子的吗？也是扣，对啊，也是扣我，扣我好。那不，我傻眼，我一定会等你唱那首歌，然后，Hello，Hello， 陈恩，更多自信。哦，好的。谢玉的掌声鼓励。应该就没什么滤镜了吧？对啊，可以啦，都是当做一个建议。啊，你的嘞？什么你的嘞？你嗯？你又没有写？你写你？什么东西？赞赞，Hello， Hello， 君燕，哎，30分嘞！大剑在钓鱼，我知道。之前的是多久以前？请问想怎样？好了，35分念吧，好不好？他夸你，你会当滤镜，你会当你发神经病，有一点点这样的趋势，但是可以的。见过 Hero 没有？哎，大波波巧克力这里有卖吗？大波波巧克力就是在那个 Seven 什么买得到，什么53分在店。好呀，40分，40分一定念吧，好吗？大，不是那个波波，不是那个波波，合照会的 report 哦，还不错啊，什么敷衍？不要夸你，当然不是不要夸我啊，奇奇怪怪要夸我，我才可以跳得好啊，是不是？还不是我小时候，该夸的还是要夸，够了哦，播到10点好吗？不好，我明天要早起，现在开学了，知道吗？此波波非彼波波，对，历史波波 not that 波波，我在说什么？我在说什么 ？Hello， 很好好 ，report 没？你敢？哪一国的账号？好笑哦。此夸夸非彼夸夸，
够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Hello， 罗喉。今天的房老师好棒，又开车了，这样我哪有开车？我还没考到驾照，怎么开车？凶哎、欸！最近是怎样啊？开始走施压路线骑啊？没有啊。卡波是谁 ？I have no idea. What this boy is not. 不是这样子的吧？下个月要求婚了，什么东西？又要求婚了，又要跟谁求婚了？还没驾照对吧？我还没驾照。毛毛虫卡波是谁？哦，那个蓝色的猫，它不是猫吗？是吗？蓝色的那个吗？说的好像你很花心，你只专情于两个人，现在还有多一个人。猫猫虫，它是虫。原来如此，五场都会遇到一场。我现在我真的觉得现在传说的是越来越难打，知道吗？就我的战绩是超级烂，超烂，就是每一场都可以遇到怪人呢、欸。是我的问题吗？所以我最近就是比较少打，每天会打一场，对而已。看不到什么，会叫，笑死。根本不是重点，是重点。封印快要解除了，什么封印？什么？虾米东东？推荐恐怖游戏给雨林，可以不要吗？可以不要吗？为什么喜欢看我玩恐怖游戏呢 ？Why？ Why？我可以全程闭着眼睛啊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我之前有玩过给你们看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我之前曾经有一次有录影过，那时候是一个作业，然后就录影，然后超级白痴。返校还原，不要啊！返校我是跟谁玩过啊？林杰吗？好像跟他玩过，要什么？要弄什么？哎，叫什么饭？什么饭去了？忘记了。你给我打错的名字，罚写去罚写。不是礼拜一才，啊？礼拜一不是才玩过吗？就没事。啊，对，脚尾饭。把闹钟按掉，继续睡，超恐怖。Suki no Hi， 那是什么东西？恶灵谷吧，真的超难接受，是什么？你给我去罚写，在那边怪选字系统。礼拜一那是开始，好好笑，哈哈哈。沉默之秋是什么东西？他不是也很怕？对啊。我记得是他、欸，他那时候好像下载，然后就来玩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边叫，然后边一起玩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应该是他吧，我记得是他。叉烧粉，写几次啥时交？写几次？算了，不要为难你。谢谢孝贤的钻戒，谢谢孝贤。为了救女儿，那是什么啦？哎呦，邪教仪式，一个人都很可爱。嗯。
啥时要合照？哎，恐怖算是生化危机。我真的超讨厌那种哦，一转头然后会有一个人站在那边，然后就哎呀。我之前玩的恐怖游戏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在那边超讨厌。然后呢，我就不敢自己一个人洗澡。你们你知道吗？叫我玩恐怖游戏，你们为难的是我的妈妈。虽然我现在都几乎都在白天的时候洗，但是呢，晚上她如果叫我出去拿东西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转换而已。章鱼怪出来比较紧，对，章鱼怪是怎样？章鱼怪是怎样？谢心莹的爱的小熊，玩到哭是没有啦，但我真的会叫我妈开着灯，然后等我睡着再关灯。好，我好不容易快要忘记那个什么恐怖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我上次去逛花莲原本，我超生气的。他给我摆了一个那个扭蛋机，然后转什么你知道吗？转那个小丑的扭蛋，谁要买？请问，我超生气，而且我逛的是儿童游戏区，知道吗？我一转头 ，Oh my god， 小丑，哇，够了。够了、哦，儿童游戏区，儿童玩具区，然后摆的扭蛋是小丑，像话吗？旁边还有什么 ？Charge， 错了，他错了。然后我又经过花莲的吉安的一个麦当劳，麦当劳叔叔给我站在门口，你站在那里干嘛？站在那里干嘛？讨厌，讨厌，儿童阴影不是这样子的吧？你再打小丑，你给我试试看。错了，他就不该站在那里。我不反对他的角色设定，可是他站在那里不对。为啥恐怖？他很恐怖，他这样笑哎、欸，很丑，笑到你心里发寒。我要珍惜个头，他还会搭我的肩，知道吗？麦当劳叔叔都这样子，然后一个长椅，然后这样坐在那边，然后会搭我的肩。明明就是我自己坐过去，不是，他搭我的肩。麦当劳叔叔错了，你错了。蝙蝠侠的应援是什么概念？站在那边跑过来，跟你啊，很可怕！他敢跑过来，我就揍爆他，我就踢他。小丑是男生吧？哦，对不起，这个梗太老了，什么意思？握手拳，蓝色水玲珑，为什么会看那种东西呢？那种东西感觉就是，怪怪的。我好像不小心看过一个片段，我想说什么东西呀、啊，这样有点傻眼。嗯，讲功，然后自己脚痛。大姐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蝙蝠侠跟小丑是弟弟哦，这个我知道哦。对、啊，乔治·库隆尼要来了，这样我妈会尖叫啊，她会啊。就会怕又爱看，为什么爱看呢 ？Why？ 某名人的台词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42分啊，我们先念榜喽。哎，你有小时榜吗？哪有小时榜？有。不会去抢。女 coser 会出男角，什么意思？松烟有麦当劳的，真的假的？哇，走了。
走了。约翰屈服他，不行，他的工作就是要服他，很麻烦。他很忙，知不知道？他没有空谈恋爱，他每天就要一直这样子服那个什么塔，知道吗？比萨斜塔，就是被他被一个人打歪，然后害他多了一个工作。然后呢？不是这样子的 ，no no no。我知道你在说谁啦，老爷爷跟麦叔叔，当然是老爷爷。可是我喜欢吃麦叔叔，哦，好矛盾，各有各好吃的东西。嗯，两家的玉米浓汤都好喝。我发现其实只要是玉米浓汤我都喜欢，可是我最近有一点没有那么喜欢八方云集的玉米浓汤，因为有些店弄得太稀了，我喜欢浓浓的。然后吃炸鸡的话我没有什么挑，因为不太常吃炸鸡。肯德基还有一个很好吃的薯泥，现在还有吗？红酱薯泥什么东西？洛丽塔不准穿小丑装哦，直接不看你，我跟你讲，小心我问你是不是男生。大麦克真的酷哦，丹丹的玉米浓汤我有点忘记，但我印象中是好喝的。九层塔好哦。谢企鹅的质朴的守护灵。麦当劳叔叔不能去卫理吗？你可以来，可是我不会看你。你觉得这样值吗？不值，所以不要尝试 ，OK？ 我知道你吃了丹丹呢、啊，不要猪小丑，就不要给我那天看到一堆的小丑来跟我握手哦，我会受宠若惊。金就金，知道吗？出来都变女犯是怎样？熊猫装，熊猫装可以啊。哦，我又不是什么，你是哪有？你们都是帅哥 ，OK？ 是这样子。好饿，整排麦当劳叔叔是怎样啦？走开哦！他最好外带一份10块麦克鸡块，我要配小杯的玉米浓汤，然后小鼠啊、中鼠啊、大鼠，好，每个人带一份，我就原谅你们。看了也会怕，很可怕哎、欸，傻眼。蓝蓝路是什么？一排小丑。蓝蓝路是什么？冰旋风，要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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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旋风，对，冰旋风很重要。要冰旋风，谢谢。要冰旋风，谢谢。要冰旋风，谢谢。你是帅哥哦，你快笑死！什么东西？以前的迷影没有看过呢。就不喜欢肯德基爷爷吗？我没有不喜欢的什么。你看，已经是我超过时间了。你看。我没有啊，带那些东西去可以多聊几分钟吗？啊，那你要有买券，你才能多聊几分钟。这个不是我能决定，我会很开心，没错，但是
这个不是我能决定，你可以多带一份给那个旁边的工作人员，我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理你啦。撞手臂顶呱呱，顶呱呱的人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忘记了，但顶呱呱好吃，我喜欢他的呱呱包。顶呱呱好吃，他的炸鸡也不一样，他的炸鸡不是酥皮的，是炸皮，不知道怎么讲，反正就是不一样。顶呱呱长这样，哦，好假的鸡肉。等一下，他的手是被叮到是不是？肌肉不是应该有两个吗？你看我要笑他的图。等一下，他一定被叮到，是不是被蜜蜂叮？你是小明吗？是不是小明？小明先生，他的肌肉就是不合理。好，我们不要讲，待会被顶呱呱封杀。顶呱呱你很好吃，我知道，只是你的图有点可爱。他是小明，他刚刚被蜜蜂叮。他有吃什么意思？菠菜是怎样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梗？鸡脖子，我觉得鸡脖子超难啃，所以我没有很喜欢吃脖子，因为脖子我永远啃不干净，而且它还会卡在牙齿。以前 lower 真的肌肉难看太多，没有啊，我没有很喜欢肌肉难，应该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对肌肉难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对肌肉男没有反应，没有反应。水手也是一坨。YKK 是拉链。YK。等一下哦，这样子不是应该要两个吗？不是吗？菠菜梗，带瓜，你叫我宝贝，好害羞，好害羞，但是还不错，嗯。嗯，铺派是什么？铺派是什么？新的词吗？铺派，铺派。健身健个毛？你健身是给我看的吗？也可以啦，我接受。都喜欢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只要是你们，我都喜欢。OK。戴丽水哦，他叫蒲派哦。哎、欸，那个派，那个蒲，小蒲，阿蒲，乱念，在乱玩别人的名字啊。年龄的差距，我没有看戴丽水手，但是我们家有一个戴丽水手的毛巾。不要再叫我宝贝了，有点好笑。谢杰克的捕梦网，追求力量罢了，好啊。算了，追求力量，为什么要力量？破派，破派，阿婆，阿婆，阿婆不是那种乡下叫什么阿婆干面这样子的东西。婆婆，婆婆的意思吗？婆，阿婆，你在那边一直故意重复那句话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嗯，你故意的，是不是？阿婆，你怎么？该吃循例宁咯，循例宁，怎么那么难念？阿婆 ，Popeye。小派克鸡排好吃啊、哦！想吃派克鸡排啊！小贤他们可以吃那个好吃的鸡排。你们有没有去逛东大门？现在可以去啊、哦！不要好，现在疫情，可以经过直接冲进去里面一家叫臭薯条，然后就冲出来。其他还、哎、好，这样讲是对的吗？真的假的？你们等等要去哦，真的。你们要通宵是不是？真假的？你们住哪里、啊？一
1929年。哦 ，Popeye， 士林夜市就有哦，真的吗？派克好贵，不是70块左右，65、70，吃过65，也吃过70。花莲那个派什么鸡？它叫什么鸡？什么鸡排？忘记了，在宝雅对面，在中山路的宝雅。中山路的宝雅对面。中山路跟捷运接口。好，很省电街。环保街，节约街啦。环保街，它节约能源，不是宝雅鸡排，宝雅对面，它旁边有一个很常中奖的彩券行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年刮刮乐还没有中奖过哎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不是巨蟹座运气很好吗 ？Oh my god! 奇奇怪怪。哎呀，完蛋了！小三百零开播了，完蛋了。对，宝雅对面的鸡排好吃，好吃。还有什么好吃的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没有，因为你累个很久。他不叫派克吧？好像他叫……他之前叫派翠还是什么？对，派什么一个小鸡的图案？我来帮你查查啊。推荐的口味，他没有什么口味，就是原味。看你猜什么？没事，很好出哦。我来帮你查查看。来，我们去花莲宝雅。宝雅是怎样的？中正路哦，中正路哦。什么中正路？中山路。哦，中山路。好。中山路节约街。我就忘记每一只中。中山路节约街。我就忘记每一只中即将结束营业。他们去。对。第六摊牛香滋滋啊，香滋滋。它叫做香滋滋厚切鸡排。哎，它11点要关呢。11点要关呢，知道他我很伤心，知道他我很伤心，谢谢。我没有吃过他其他口味的鸡排什么的，我都对香滋滋，今天很呛是吧？我今天吃了小辣椒，什么东西的？飞滚飞滚，听我的讲过什么？但是有烤鸭，什么意思？烤鸭他们今天没吃到，明天吃。你们开车吧，你们坐住哪里？我刚刚问他们没有回我，是不是？旧市区是什么？不要笑，你们没吃到烤鸭，赶快订，知道吗？要打电话订。今天不联播哈，很好，不是、啊？火车站前，哎呦，过去这么可爱，骑车只要5分钟就到了，很近。你们还可以喝甜仔心。好，他们不顺路，应该不知道。那他们会先经过甜仔心，然后再。经过香滋滋，对，是顺的，是顺的。你们可以去吃甜仔心，甜仔心各种喝的都蛮可以喝的。我在讲什么？上次喝了一个什么芋头西米露之类的东西，蛮好喝的。它的料，
它的料很可爱，可是如果你想要提着的话，你会很恨它的杯子，因为它的杯子没办法装在那个。哦，可以啦，其实你点正常杯的话可以，如果点大杯、特大杯什么的就不行，因为它真的很大。时尚玩家还是爱玩空什么东西？这杯有点可爱吧？你拿我跟杯子比，你很棒。阿比比，大杯奶，对，我错了。谢谢点的爱的小熊，你在干嘛啦？你自己把鼻子塞在里面，然后这样子呼吸，怎么就呼不到？我在讲什么？就呼不到，呼不到。花莲好吃好喝，当然我是吃货，就是要多吃，嗯，就是多分享，不是多吃。可以装进提袋哦。什么东西？你将杯子收藏，它不会比我可爱。都不顺利，可是他写说他有开，应该是可以开，应该是可以买了。我帮你看田在心。田在心，它也是中山路，就是同一条这样走下去。哎、欸，哦，我想说它对面怎么有周家小笼包？不是那个、哦。对啊，是啊。周家小笼包对面，它旁边又有一个丁哥。你们无聊可以去逛199啊，没有，不是乱推荐。我觉得199很方便。田在心糖水铺，铺有啦，他12点才结束营业。什么田在心有周家？不是，是同一家哦，周家那个是同一家，是同一个老板，是我认识的人。没有，我不认识，我认识，有点不认识什么东西。199是五金行啦，他要玩什么？你要玩什么？199有什么好玩的？说你有打折吗？没有，那里的店员一定不认识我。没有打折，不要轻易尝试，你们会被认成怪人，知道吗？五金行有什么好玩的？就是卖蛮多东西而已，没有什么好逛的，没有什么好的，只是很方便而已，就是。什么打折？什么东西？什么？没有人说打折啊！谁说了打折？谁？什么？罗马生死斗是什么东西？反正我只知道，就是199很方便，就对了。一定，一定就是要什么可以买什么。通常现在是没有嘞。还没有打到哈，什么东西？可以去玩199哦，不是，是可以去逛。没有啦，不要去。你去也是可以的，随便你们。到底在说什么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红包间是什么？直播间。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张雨林。欢迎大家来抢红包，店员会怪人这样。有旗子的照片，对，他的招牌有旗子，对，还有几个小孩，不知道几个小孩，几个小，还有什么好吃的？我来看一下，嗯，怎么不是这样？
怎么不是这样？炸弹葱油饼，东大门夜市。好了，没有什么，差不多结束这样。199就是花莲的小北啦，是花莲的小北啦。带的东西还是比较多吧。我随便放哦。嗨，大家，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张雨霖，今年17岁。我们2021上半年的公演资讯都出来了，我们定期会在华山的乌梅剧院，台北的华山乌梅剧院有表演，想要看我们现场表演的大家可以去买票。对，今年17岁，不是，今年18岁，可是还没有满18岁，可以吗？好，不是，大家可以去追踪我的 IG， 上去打张雨霖就可以找到了 ，OK， 也可以追踪这里，追踪我，这样我开播你就会知道啦，可以来跟我聊天哦。虽然我平常都在耍白痴，但是还是可以来找我聊天，怎么打我？不要打我。去抢翘班吗？这样是可以的吗？超商机台哦，真的、哦，平常很强，刚刚好的强，就像刚刚的什么，它叫什么？泼吧好吃，好不是，呛你。呛你是什么意思？打你，呛！谢谢大家的回馈，耶！欢迎大家来抢红包哦！翘班算什么 ？Oh my god， 帅气！我在思考花莲还有什么好吃的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吃的，完蛋了。还有什么好吃的？没鸡台可，哎，不是这样子的吧？要来看的吧？还是要来一下的吧？我们三月份的 reset 公演也是3月20号，在华山的乌梅剧院，可以去买票来看我们表演呢。也省了，好、啊，来嘛都不能到场，QQ， 好吧，没关系，我等你回来，等你来找我。怎样？你现在看不到是不是？你们是怎样都不想看是不是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张雨霖。握手会跟我说，好吧。QQQ。什么意思？你们都不要来是吗？都不来了是吗？被公司守住是什么意思？好吧，马上充好，可以，给你鼓掌。我的鼓掌是谁？爸爸。
鼓掌。他不让你来哦，怎么那么可爱？有一种大健宝宝的感觉。是不是？哦，好吧，那这个没办法了呢。谢谢大家的回馈，臭表妹真艳，真艳，大健宝宝感觉好笑，好好笑，有点好笑，这个称号有点可爱。噔噔，我们听什么歌呢？哒哒哒。什么太监？你不要乱说好不好？我说的是大剑。你很坏，你很坏，你很坏。每个礼拜，为什么是每个礼拜？那你住在这里啊？嘿，好了，不要乱说话了，不要这样子，小心大家生气哦。好好笑，多一点，你不要这样子。住我家哦，你可能找不到我家在哪里。提供陪伴服务。八夸夸夸夸是什么？夸夸是什么？夸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是啥呢？李川小不要 no。Hello， 大家。哦，八卦哦，为什么可以念成垮？中文不好的部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张雨霖，你们可以去追踪我的 IG， 上去查张雨霖就找得到咯，有蓝勾勾的那个才是我哟。还有什么呢？也可以去追踪最新资讯公布最上面。为什么卡？一定是我开太久了，是不是？你是彩色勾勾，哦，好哦，敷衍，好哦，短发，我开始在玩头发了，真是的，你要穿小丑装去找我，你穿那就这样啊，等一下不要乱说话，什么叫你要吃臭鱼鳞，什么意思？Hello， 宣传照里面服装是新衣服吗？你们没看出来那是什么衣服吗？没看出来吗？
没看出来吗？没，你是幻影战士吗？那是梦之中，对，那是梦之中啊，不知道吗？是星空的错误，星空的正确。不是，那你是谁？你一定是，我就觉得你是，什么大笨钟？啊，这样讲一定是，嗨，幻影战士，你是勋爵啊。我是太晚发现还是怎样？那你这次去刷了谁啊？然后又请你提到星爵。星爵梦啊，好像。可爱晨晨，那是我爱晨晨，那是我妈。爱晨晨，那是我妈。等一下，关给阿公掐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关。不知道你在干嘛。哈？你们15位被选上吗？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在讲什么？什么？我们15位被选上？什么15位？什么东西？那你？啊，确实可以当鱼吗？那你说啥？关给啊？不是叫什么？灯卡给？哈？洛卡给，这样吗？英主的票会很难抢吗？很难抢哦。乐卡给，平行时空。宣传照上的成员不是全员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 ？Are you okay?很难啊，那怎样？你们不跑全家就不会很难抢，跑了全不是我在讲什么？不是呀、啊，不是我在讲什么？不是呀、啊，要抢啊！哎，唱歌呀，嗯，很好。嗨，幻影战士，你刚刚来过了，又见面了，你好。嗯，真的吗？我们比另外两组好强一点吗？真是糟糕。什么指甲淤青啊？你淤青是这个颜色吗？哇，不好看吗？紫色，你们不懂紫色的美是不是？哼！谢谢大家来抢红包，欢迎大家继续跟我天上，我要下播了，天上我要下播了，啊！欢迎大家继续跟我聊天上，我要下播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可以念榜了吗？懂你懂，你确定？够了。只看到一篇贴文，所以我搞笑哦，你怎么那么搞笑？把念榜了啊！
动，好，跑了。第16名是奕晨，谢奕晨。15名是天佑，谢天佑。14名是玉，谢谢玉。13名是燕子，谢谢燕子。12名是社长，谢社长。11名是笑笑，谢笑笑。第10名是企鹅，谢企鹅。第9名是点，谢谢点。第8名是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第7名是 Jack， 谢谢 Jack。第6名是 Sparky， 谢谢 Sparky。第5名是黑流星，谢谢黑流星。第4名是泪，谢谢泪。第3名是星银，谢谢星银。第2名是小蓝，谢谢小蓝。第1名是孝贤，谢谢孝贤。后嘿。你的头贴哦哦哦，这是什么情侣照？好啦，我要下播了，晚安 ，Good night。那是哪里？我再看一次。庆修院啊，是叫这个名字吗？那个可以洗手的地方。这个解释好像不太对。差不多啦，就是这样啦。去那里就是去洗手。Over， 我知道，我知道 Over 是什么意思。原来如此，好啦，拜拜。去洗手，对。